大家好，今日呢就是初三赤口啊，冇咩话题，不过谂咗两个话题，咁啊同阿茂波开年啦，因为呢啊即係早两日见啦，琴日即係佢其实就讲緊呢个财政预算，咁个人又唔係好紧张财政预算啊，咁啊但係都要杀到埋嚟㗎啦，咁要讲㗎啦，开始要讲啦，咁啊琴日係放烟花，咁我真係今日睇其他各大报纸冇乜报道，琴晚嘅情况好似零一几详细咁，好似冇乜咩喎。咁啊嗱，我接触呢个世界呢都要靠呢个 Facebook 啊咁样。咁呢 Facebook 我有两用啦，第一自己有啦，係咪咁都係一个民意嘅猜测点啦。另外就係、是、即係都当即係都即係 follow 咗基本上嗰啲重要嘅媒体係咪香港报纸啊嗰啲网站咁都 follow 咗㗎啦。啊人权组织啊呢啲咁样。所以我知道啊知道个脉搏咁就算啦係咪最紧要。咁而觉得有问题呢就 Google 下咁样就搵多啲资料咁做话题啦。我制作系咁嘅。咁凭自己嗰个能力去发挥啦，即係每日係咪咁啊！呢幾日一定係少即係冇咁多嘢講㗎啦。琴日好豐富講到話，嗱 ，what's the word 啊？咁又唔可以再繼續講，仲講美斯嚇。咁、啊、咧，可能嗰啲咪啲媒體人都放假啦，係嘛？大家都休息下嘅，新年頭咁樣。咁我哋唔中意休息㗎嘛，係咪？嚇、啊！咁啊，大家繼續啊喺度討論下嘢。咁啊，都仲有另一個話題，幾即係同我嘅新年文告有啲关系，即系咧，我得出一个即系好伟大嘅工作嘅使命，留低香港嘅香港人，就系、是、要多啲帮呢个海外嘅香港人发声。你冇听错吓、啊，你知海外嗰啲咧，我、哦、出咗去我就为咗要吓、啊、帮香港人发声咁样，咁你帮自己发声先啦。因为咧廿三条咧，我睇嚟睇去越睇咧就越难怪啦吓。嗱、啊，我好叻噶呢啲。即係我好公道亦都客觀嘅，我唔喺度煲，即係因為我一路有評論噶嘛，咁我每條評論嘅片我都當然都係留意住收視係咪？代表咗民意噶嘛，收視你哋緊張你先會睇同埋會回應係嘛？啊咁咧對廿三條立法咧，香港人係冇所謂嘅。咁當然啦，你話係嘛？我哋吓、啊、香港人咁，我都系香港人啦。当然我留喺香港添啦。咁我紧唔紧张咧？咁正如我嘅论述啦，我台嗰啲傻啊，天跌嚟都冇被冚啦，我勒大啱啱啊，已经留低嘅香港人有咩好惊啊？请问廿三条国安法，屌以前俾人廿几年前俾吓阿伦咁一出嚟啦，咁而家出嚟震退咗佢啦。而家冇呢支歌唱啦，系咪先？啊，即系所有即系啲民主派嘅吓、啊、推反廿三条嘅人走晒啦，咁但系唔等于我哋唔可以讲下嘢嘅，咁我哋可以继续讲嘢，系咪？香港人我都话个民意系有用嘅，咁但系咧啊，应该留翻第二 part 先讲啊，第二 part 先讲，唔好意思，啊，讲开就要发挥下噶啦，咁啊继续讲下茂波先，讲茂波先。嗱，茂波咧就接受上电台访问。咁咧，你留意到佢讲咩嘢咧吓？咁、啊、当然电台同我一样咁关心呢、這个，即系记者会关心有冇演派啊？咁一个个都关心啊嘛。咁佢就话好多香港人讲唔使派啦，咁样屌你老尾真系唔年初三都屌柒你啊！咩香港人啊？你问个穷嗰啲香港人冇啊？你问嗰啲冚唪都系屌叶楼嘅冚家产啊嘛？嗰啲屌两蚊车都话要 cut 咗啲老嘢噶嘛？系支出好大啊嘛，政费而家唔系好敢讲呢啲，因为咧，如果你讲呢啲嘢咧，我哋就会质疑你冇钱啊嘛，减人工咯 ，KPI 你班议员咯，你公道啊，系嘛，仲有啲差人咁高人工咯，咁多冗员咯，系嘛，阻鸠住人哋做生意咯，呢两万又周围即系唔俾人哋摆小贩啦，系嘛，香港人系冇气氛嘅，系咪？啊，即系要讲讲呢两日嗰个经济情况先啦，系嘛，即系睇唔到喎。咁啊，琴晚就话啊，有几廿万人啦，逼爆晒，就冇人报道喎，系咪？咁我亦都睇 Facebook 睇唔到
啲朋友啊，諸如此類有去喎、啊，我以為冇咗，有我知有，咁啊晚黑都通常碌下啲新聞冇喎、啊，冇人講放煙花好巴閉喎，咁我當然又冇興趣啦，係咪先？好撚巴閉啦，五年冇放，五年放其實係大事嚟嘅喎，冇，跟住咧半夜三更排曬隊塞車翻大陸嘅，咁係咪新聞咧？如果塞唔到車暴動咧就是、新聞，咪慢慢塞下先咯，係咪先？邊個叫佢嚟嘅啫？係咪？即係李家超走出嚟叫人啊留多嘢啊，用普通話叫人留，所以你貪芒果啦係嘛？咁啊，我成日講唔好，即係我都唔係一個中意即係煽動呢個族內矛盾嘅人嘅。咁啊，深圳冇放煙花喎，廣州冇喎，咁香港有咁靚嘅煙花，咁佢落到嚟睇搭程車，咁唔好嘈就得啦，唔好嫌三嫌四就得啦。是吧开放个边界让他步行回去诸如此类啊。咁啊通宵啦嘛搞咗咁已经就晒佢哋啦。咁所以又冇嘢讲喎。咁呢个就冇新闻喎、啊、即係冇瞓晒车站嗰度。咁啦是吧咁我諗啊一样塞到天光。即係不过你冇得讲咪排队囉係咪先係咁多啲係多咁多啲几十万人涌来。照计唔系应付唔到㗎係咪我哋日日都几十万人返工㗎啦。好啦，咁呢件事又唔系新闻，咁就冇新闻噶咯。好啦，好多人去睇啊，咁样嗰啲系咩人嚟咧？咁我都想即系研究下，因为我见咗我自己冇兴趣啦，我啲 friend 即系朋友都冇兴趣，亲戚朋友都冇兴趣。因为你见啦，比如 WhatsApp 啊、Facebook 啊，会有人贴相噶嘛，睇嚟睇咗烟花，香港人唔系好想睇咯，已经。咁你问我真系唔知大家点啊？讲下啦，有冇即系有冇去睇烟花冇兴奋咧？系嘛？喺到煙花嘅期間，係咪周圍都普通話人啦、啊？如果係嘅，咁冇人啦、啊，咁咪唔肯去咯，係咪先？香港人，屌你而家為同胞放煙花，係咪？鼓勵佢落嚟有個窮遊嘅節日啊！國內又冇呢啲嘢咯，咁樣咁都係好事嚟嘅，係嘛？落嚟捧你搭咗兩程車都係幫襯啦，係咪？咁幾廿萬人落嚟啊，有一大橛翻上去。呢兩日嚟上去嘅人亦都非常之多，係嘛？即係咧，咁對呢個經濟影響如何咧？對香港，咁啊，起碼咧，你睇依家望翻兩日前年宵咯，係嘛？真係冇氣氛喎、啊，今年係嘛？又管呢樣管嗰樣，唔俾人買呢樣唔買嗰樣啦。咁你香港人嘅年宵變咗乜撚嘢啫？冇啊！跟住啲花咁樣又跌價咁，我諗依個感覺係好唔好嘅。今年係過嚟好冇氣氛嘅，我都係真係好意外，因為疫後。第二年噶啦嘛，舊年都叫做解決咗啦，開始反而有啲氣氛啦。舊年即係悶咗幾兩年、三年咁啊。Omicron 今年應該正常嘅一年咯，冇氣氛。好啦，冇氣氛嘅時候，係咁大家有冇咩結論咧？都有噶嘛，即係主要就係香港而家一潭死水係咪？跟住咧唔高興嘅事就好多。最高兴嘅事就系美斯嚟窒鸠你，咁而家美斯嗰度余波未了，咁我哋八八卦卦你啊呢啲嘢啦，系咪先？吓，咁就系呢啲事喎，竟然系，咁香港人自己本土嗰啲消费啊、经济啊、市面情况啊，照计我哋就好关心噶，而家唔关心，关心埋啲咁嘅事，即系主要系个人气氛系非常之淡薄啦，咁但系都冇问题啦，我哋活喺呢度，咁而家就睇下阿茂波咧吓，下一个 show 咧。应该是月尾就是了是吧就要讲这个财政预算案了。去年你记不记得他讲过什么真的不太记得。又是没什么表现施政报告有什么东西又是没什么东西又是没什么东西值得你记住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看他的发言呢、啊、就是不是四平八稳的了我估都是反映了他因为没什么说嘛没什么说。冇钱使啦，咁啊唔使咯。咁最大件事系咁啦，我哋需要知道就系冇咗呢个即系消费啦，系即系冇咗。咁我哋要屌鸠佢喎呢样嘢，因为今日趁今日齐屌齐佢好喎吓，四处留言咯。冇钱唔系我哋嘅错嘛，系咪？你话喂不嬲都冇，唔系一定要派噶嘛？派糖其实系一定要派嘅，因为你冇其他福利啊嘛。系咪？即系仲有一样咧，你唔系净系派糖啊？你见咧，系即系市面咧，大家应该睇到啊，系即
即係嗰啲大嘅店一路執緊咯。香港人唔高興嘅，直情唔消費，同埋香港人係咁北上啊。嗱，呢個其實係隱憂嚟，通縮開始噶啦，係咪？咁你如果比對翻幾廿年前啊，廿年前啊，2003、2004嗰陣，係咪？後屘點樣搞掂翻？知唔知？嗰幾年咪通縮嘅，越做越差經濟，始終而家。但後屘係點樣挽救咗香港啊？你知唔知？冇啊！而家冇呢個情況，所以呢個勢係一路耷落去嘅喎，係咪？今年1000，明年1000幾，咁阿茂波明年做到第三年啦，哎捱埋佢算啦，咁係咁嘅心態啫喎。我問題就咁喎，即係你，但我哋又冇得講嘅喎，你唔好搞咩大鑊嘢咁。咁你話有咩可以做呢？咁樣真係唔知喎。咁就上次點樣回復翻咧？上次咧就係咧。炒咗董建华，你记唔记得？几时开始复苏啊？咪2005年，2004、2005年、2005年咯，啊，开始咯，跟住上边就 CPA 咯，咁样开始香港就步入佳境啦。主要就系要炒咗嗰个废嘅特首啊，香港人开心翻啦，跟住 CPA 啦，咁啊掂翻。咁而家咧，你叫国内放啲啊，放多啲人落嚟，佢都唔肯喎。嗱，其实佢系咪得唔得咧？而家嚟嚟去就放啲窮撚落嚟，因為窮撚嚟有撚用咩係咪先？咁但係咧，中國咁大啊，放遠啲嘅地人落嚟啊嘛，係得嘅喎。即係你話要好過俾錢香港啊，係嘛？即係你話要輸入一啲經濟俾香港，俾翻啲貴客落嚟，等市面繁榮翻。即係呢個重要嘅喎嚇，對中國嚟講一個門面嚟啦。香港始終你話而家揾唔到錢，香港做唔到國際生意，唔緊要嚇，你要維持個光棍皮。系嘛？我哋以前讲几穷嘅人都要整套靓西装，光棍皮嚟噶嘛，呃人都要噶。咁香港系佢个光棍皮嚟噶嘛，我唔需要得噶。所以咧系要有北京谂紧点样振兴香港。你要振兴中国经济咧，首先吓、啊、要振兴香港经济先。香港都沉屎水咯，啲人系经香港入大陆噶嘛，历来都系噶啦。起码嚟香港睇下先，一嚟香港睇到咁啊，大陆都系更差噶啦，自然冇兴趣噶嘛。是不是这样说好啦，咁呢当年是炒咗董建华，咁所以而家一定是想緊呢样嘢㗎啦，大家唔使驚呀。呢点啫，唔系点啫。但是今年呢而家咁啦，经济咁嘅情况啦，我系陈茂波啦，我都按兵不动，因为唔知北京嘅意向点，系咪俾佢升上去做特首。如果系呢，系咪佢嘅大嘅经济政策都系等佢争取咗。隨時得啦，因為一年係有兩次機會你發表，唔使噶，唔使等機會，隨時都得，係咪？發表一啲刺激經濟嘅嘢，如果裏面有配合，突然間換咗特首，跟住又放呢個各地全國各地放啲簽證落嚟，跟住又大家准許你收貴啲就得噶啦，收入境税係嘛，離境税，咁你就即刻可以穩住香港啦。而家有你，一切都係。膠着状态是吧，咁特首唔明呢啲啊，咁佢即係呢个超又唔明啊，佢咪继续走去啊，我几优秀，我几优秀啊，仲搞得掂啊，我是吧，即係我哋睇见呢啲眼都冤埋啦。咁好啦，继肯定就係继续嗰个楼价下跌啦，陈茂波都冇讲任何嘢，即係话会唔会全面撤辣呢，咁佢都话要又话要小心，咁即係唔一定啦，是吧，我话你听啦，一直密切留意物业住宅市场，唔少市民不惜积蓄都用喺楼宇上。咁你知又好啦，咁你有冇知 hold 住等佢唔好继续跌啦？咁啊，全世界吓喺阿施老板领导之下咧，就要求你即系撤辣啦。咁啊，处理时要小心谨慎，唔讲喎。政府确保土地供应充足够，审时度势，咁咩意思啊？供应足够喎，系好啦。另外咧。审时度势就逐步推进北部都会区同交易洲人工工程，大家我系咁讲出嚟啊，读啊，我话咧你要学下我啊，我每句字咧都系留意嘅，即系虽然我系咁读出嚟，你一听你听唔听到讲乜嘢咧？会审时度势，系继续呢个推进北部都会区交易中人工岛填海，唔系明日大屿啊，交易洲人工岛填海。逐步推进啊，即系咩啊？即系唔做啦，审时度势啊，
即系而家已经冇咗啦，根本冇钱做。咁但系又唔会停喎，做少少咯，咁做少少就唔系做啦，三五十年都做唔完啦，啱唔啱啊？所以而家系叫停咗噶啦，睇唔睇到啊？读多一次你听啊，处理小心谨慎，确保土地供应足够。而家足够啊，审时度势，逐步推进北部都会区同交易洲人工填海，逐步推进啊，即系唔做住啦。啊，唔会停啊！表面上，但系冇任何推动嘅计划啦，系咪？咁又唔能够话唔做喎，因为呢啲愿景嚟噶嘛，大 project， 哇！你要表面系，如果话政府话乜捻做咯，好似当年阿梁锦松咁，乜捻都唔做咯，减薪咯，咁就交通缩噶啦嘛。而家唔敢噶，系好啦。但系你话唔通缩咁点啊？开源啦，吓开源又咪要收税啊？乜都唔敢喎。咁啊，我又当然啦，你收亲我钱，收税好，收费好，屌鸠你噶嘛。咁你预咗咧，系咪？啊，泳池游水收多几廿蚊啦，系咪？咁我游得几多次啫？如果我系港岛住嘅，咪去海滩游咯。你知唔？唔系净系海滩都收钱系嘛？海嚟嘅，即系咧自然掂啊，一般人自然。咁你根本你系咪好多嘢俾佢咧？即系你球场用嘅呢个球场，你可以打波，唔可以唔打波，唔可以跑步啊嘛。咁河边跑步你收我钱咩？冇噶嘛。我好啦，咁你打波篮球好多地方系冇得收费嘅，系咪？你屋村里边自己嘅 welfare 嚟噶嘛？咁多大型屋村里边自己有篮球场啊，有小型足球场，有壁球场啊，自己早就系自负盈亏运作紧啦，系咪啊？呢啲嘢你冇得，咁你话、啊、原来冇噶，冇咩福利俾我哋啊？我。是啊，我去球场啊，吓跑经啊，啲架啊，咁时时又换啊，咁干干净净，有啲咁嘅社区设施，咁你唔通话系球场去收费啊？冇噶嘛，即系亦都冇咩收费可以俾你。究竟我要你收咩费咧？我真系唔知喎，系咪？垃圾征费已经系过分噶啦，孖孖叉叉啦，咁我哋继续孖叉呢啲啦。咁其实咧，开完咧就开唔到几多啊。讲真系嘅，跟住当然啦，你话。我会知道咧，唉、啊，第日呢啲医疗啊，嗰啲质素下降啦，冇啦，嗰啲系好花钱嘅，教育质素下降啦，系咪？自然已经下降啦，咁但系适龄学童已经冇啦，系嘛？咁呢啲唔知啦，系社福嗰啲会啊会 cut 啦，但系依家啲社福好多系救济性啊嘛，系救济性。香港嘅唔系福利嚟噶，香港冇福利噶，其实冇噶。最大福利就嚟下个月俾生果金我啦，咁可能 cut 噶啦，十千审查入息噶啦。我啲唔系长者生活津贴啊，嗰啲其实系综援嚟噶，长生将来综援嚟，所以呢啲已经系冇得 cut 嘅嘢嚟，系即系你 cut 都系冻结到点咯，唔悭得几多噶啦，系咁今年个财赤咧，如果旧年系1000亿咧，今年咧继续卖唔到地嘅，你睇定都得噶啦。所以繼續係，不過舊年差唔多零噶啦，得幾廿億係嘛？即係其實都係咩噶啦？咁大家預咗係咁啦，係嘛？咁預咗嗰度就再揈多1000亿財赤俾你嘆下啦。而家大約係咁啦。咁嗱，你又唔好當得好大件事，係好多外國政府赤字預算都係咁啊，係即係冇問題嘅。香港咁得意啫嘛，所以佢係咁樣守住咧，守財奴咁守住咧。唔見得我哋有啲咩大嘅，最緊要你唔好亂喐就得，係咪？唔好再亂咁將啲錢輸送俾北邊，整埋嗰啲係嘛？嗰啲無謂嘅工程咁樣得。當然啦，我哋知㗎，即係愛因斯坦理論咧，好簡單嘅啫。即係當你呢樣縮嗰樣縮，就變咗通縮㗎啦嘛。梁總從當年咪就係搞到通縮咯，係咪？佢認為啊唔緊要啊，我哋唔緊啊，唔好派錢啊，冇嗰陣都冇派錢㗎。吓、啊，唔好做咩？而家反而呢几年有喎、啊，系知道经济唔掂啊，即系就业津贴啊嗰啲有喎、啊，俾咗啲商家咁解啫。香港点叫有喎、啊？嗰阵时冇嘅喎，吓咁啊！香港系经历过通缩减薪嘅，香港而家冇减薪嘅喎，系、啊、暂时未有喎、啊，好过而家，好过以前嘅、啊、其实吓咁、啊、当然而家个底好过阿梁锦松嗰阵啦，唔知点解佢哋吓即系。曾蔭權救翻個經濟，再推高地價政策，咁啱碰啱
系碰啱嗰阵又中国仲系开始起紧噶嘛，系咪？入咗世贸之后起紧噶嘛，咁所以带翻你香港，佢又放人落嚟。而家就你唔靠佢，靠佢，除非佢咁，唔好理咁多。暂时呢一年系冇更好嘅环境，我哋争一样嘢啱噶啦。香港人就系争派钱，争取派多少嚟使啊？吓，就算啦。咁你睇佢个样咧，佢唔敢乱咁开任何新税种都唔敢噶啦。嗱，有啲嘢佢一定唔敢做啦吓。咁你话开新税种，敢唔敢收遗产税咧？有钱人迟早嘅吓，啲有钱人唔好咁高兴啊，走得好走啦。咁咧，其余咧即系减辣咧会减，但系咧。我估咧，佢唔敢，反为佢唔敢，因为你已经即系唔关啦，切唔切辣嘅事啊！你切咗辣，即系吸引啲人系冇咗信心啊！冇咗信心，你切咗辣，佢更加冇信心啊！系，即系唔系冇钱去俾辣椒税，而系预期个楼再跌嘅时候咧，因为有再跌，你先切辣咧，佢就唔会啦。你应该等个楼价回升咧，你先至撤辣，咁就啱啦。所以而家咧，你撤辣咧，不过唔理啊，相信咧，即系嗱，十月撤咗，而家咪过咗几个月咯。十月撤咗一橛噶啦，而家再撤，睇住，系咁啊，经济会继续差落去噶。其实个势又好弊嘅，咁啊好期望呢个财政司咧，利用嗰个财政嘅能力咧，香港仲有啊嘛，财政能力点样改善呢个成个经济？咁你預咗冇都得啦，點解咧？因為 number one 都唔換，係冇需要 KPI。咁你喺阿茂波嚟講，就係做埋呢幾年穩穩陣陣，最符合佢利益啦。咁佢亦都大條道理喎。我亂咁喐嘅時候點啊？咁樣我哋記得嗰陣咧，個少少嘅兩，即係我哋好憎嗰個董建華咧，佢都叫做諗呢樣諗嗰樣，整呢樣整嗰樣。得唔得一回事啊？佢因为有点子啊嘛，咁而家阿超有冇超碌割咁，再嗌啲细路啊，搵啲人出嚟啊，嗰啲点子就系、是、好搞呢啲啊缤纷啦咁样，啲缤纷就冇嘢睇啦，缤纷就搞到啲缤纷都冇得出街，然后咧即系咧跟住就搞啲美斯系嘛，又搞到人哋唔想见你，咁咧又搞到即系关系唔好。啊！民間關係冇，咁啊更加人哋唔願嚟，咁啊市啲會，窩市啲會都唔嚟啦，係嘛？搞到咁樣，冇樣嘢利是噶，超係咁而家個財政預算準備出啦，係既不冇任何紓困措施，亦都冇諗過減人工啊！我哋一直要求40万，屌點值啊你哋？咁但係唔理咁多啊，40万。一个月啦，所以咧呢批高官咧，即系佢当然唔舍得唔做啦，系嘛？亦都冇你睇唔到有高官有问责呢样嘢啦，系咪？有问题唔见有任何人因此辞职嘅，有冇人辞职？辞咗两年，系咪？闹够啦，但系唔辞职，系咪？所以佢哋会系咁噶啦，即系咧问责官员咧就系contract制嘅公务员嚟咁解嘅啫，一定系坐喺度咧做足嗰五年最少。有数计嘅，佢哋唔会惊有咩事嘅，系咪？唯一可能有事咧，就系咧剁咗个特首，咁咧跟住个人上任落任啊，新嘅特首，我由头组织个政府，咁就部分不被留任噶啦，系咪先？所以你话要香港变，你系咪一定要杀咗系超先咧？系咪？就系咁啦。咁啊，呢啲留翻即系喺北京啦，讲多又咩23条咁关事啊？咪23条，好啦，讲23条啦。